美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由来已久，但中国超级计算机依然凭借自主创新跃居全球领先地位。美国的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发展的步伐，只会更加坚定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和意志。针对美方的有关措施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，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。